来新闻，带咱来食冰。天气一日热，真侪人爱食冰来消暑。高雄一间冰店卖粉圆冰，一碗敢若15块尔，介绍真亲民。这个粉圆的量阁有够多，好人客有咧讲头家真有佛心。过来，台南一间古早卖粉圆，透早8点就开始卖，民众当作早顿伫买，即嘛真特别。过来就是台中有一间呢，这个粉圆真大粒的粉圆冰 ，Q 阁好食，人客讲食甲嘴会酸。一碗 QQ 口感真赞的粉圆，底间的拌拌拌，顶面搁加寡串冰落去，真正是真凉真好食。这间高雄卖上俗的粉圆冰，一碗只要15块银，那是感觉串冰上少嘞，也搁会使免费加寡冰落去。高雄这皮很好吃，然后从小就吃到大。这间粉圆冰就伫巷仔内，来交关的人客搁袂少。伊好食的秘诀到底是啥物？我们粉圆都是自己做的。然后就是绝对不会添加任何防腐剂或硼砂。不只是高雄，台南某一间古早味粉圆冰，前几毛起因比是节目来录影。这粉圆是手工的，慢慢啊烤，软软 Q Q 的口感，互人一嘴刷一嘴。好软 Q 哦！我早味粉圆就这样。国家焦点刷来台中北屯市场来一间粉圆冰，伊是非常大粒的乌粉圆，加起来够 Q， 口感十足。早期粉圆饼大部分拢是用番薯粉加红糖、黑糖来控，即马兼食拢各做搭做因的特色。热天时啊，想要清凉一下，不妨来食一碗粉圆饼。